所谓的试采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测试功能的移动式采油平台，它集这个测试生产于一身。现在呢，我们发现的油田里有大量的这种油场比较复杂的这种油田，通过试采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对油场的认识，对，这样对我们开发，对我们有效地开发复杂油场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海洋石油162平台，设备台套数将近5000套，国产化率达到98%左右，仅个别设备，是进口的，这该座平台的建造带动了国内海洋工程、船舶建造、冶金、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发展，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。